肯·杨马丁 Kenyon Martin 1977年12月30日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萨吉诺，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，司职大前锋，目前效力于美国 Big 3联赛 Trilogy 队。马丁被称为野兽前锋，除了在赛场上的勇猛作风外，更是形容他惊人的弹跳。中文名肯·杨马丁，外文名 Kenyon Martin， 别名 K Mart， 国籍美国，出生地美国密歇根州萨吉诺，生日1977年12月30日，大学辛辛那提大学 Cincinnati， 身高 2.06 米6英尺9英寸，体重 108.9 公斤，240磅，选秀2000年第一轮第一位被网队选中肯·杨马丁，出生在密歇根州东部的港口城市萨吉诺。他出色的身体素质得益于父亲的遗传，父亲保罗·马丁身高 1.96 米，曾于1978年至1980年效力于新墨西哥大学，司职中锋，是一名出色的内线球员。大学期间，马丁效力辛辛那提大学，大二时完成校史过去31年间首个大三元，24分、23篮板和10次盖帽。凭借着出众的身体，大四场均能拿到 18.9 分、9.7 个篮板、3.5 次盖帽，入选全美第一阵容，当选年度最佳球员，连续三次当选最佳防守球员。在 NCAA 六四强锦标赛的一场比赛中，肯·杨马丁就是因为跳得太高，不幸摔伤了腿。不过在2000年 NBA 选秀中，篮网依然用状元签将他选下。2000年 NBA 选秀大会上，肯·杨马丁第一轮第一顺位被当时的新泽西篮网队选中。新秀赛季，肯·杨马丁就成为队内的篮板王，7月4日和盖帽王 1.66 次，入选最佳新秀阵容，并入选 NBA 全明星新秀赛。2001-02 赛季，马丁的数据提高到 14.9 分和 5.3 个篮板，场均盖帽 1.66， 他与基德经常上演空中接力的好戏，成为十佳球的常客。2001赛季，肯·杨马丁和贾菲·基德以及理查德·杰弗森一起带领篮网获得东部联盟冠军。肯·杨马丁在第四场得到35分11个篮板，帮助球队进入2002年总决赛，但被湖人横扫。马丁四场比赛场均得到22分和5个篮板。2002-03赛季，肯·杨马丁在参加的77场比赛中，场均篮板8月3日位列联盟第16，扣篮总数113第4，球队的篮板王和盖帽王。此席得分手，首次完成月场均得分20加，创造生涯得分纪录35分，刷新篮板纪录21个。2003-04赛季，肯·杨马丁每场取 16.7 分和 9.5 个篮板，并与队友基德一起入选了当年的全明星阵容。2004年7月15日，马丁与网队签订了一份七年价值9000万美元，丹佛掘金队通过先签后换的方式将肯·杨马丁招至队中。2004-05赛季，肯·杨马丁参加70场比赛，投篮命中率 49%， 位列 NBA 第26，盖帽 1.11， 位列第35，抢断 1.43， 第33，篮板7月3日第30，17次得分20加，完成两双20次。2005-06赛季，肯·杨马丁赛季投篮命中率 49.5%， 单场得分纪录30次，篮板纪录17，盖帽纪录5次，生涯篮板球总数突破3000大关。盖帽突破500-2006-07赛季，刚打两场比赛，肯·杨马丁的右脚受伤，膝伤让他休息了几乎整个2006-07赛季。他希望通过改变球衣号码来给自己转转运气，而他给自己选择的新号码是在大学时穿过的4号。2008年1月3日，肯·杨马丁在对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比赛中盖帽7次，创职业生涯最高纪录。2009-10赛季，肯·杨马丁场均为掘金贡献了 8.6 分和 6.2 个篮板，其中得分降到了职业生涯最低。2012年2月3日，肯·杨马丁签约快船，快船为他开出的价值约250万美元的迷你中产合同。2012-13赛季，场均贡献 5.2 分、 4.3 个篮板、一次盖帽，完美扮演了格里芬替身的角色。2013年7月25日，肯·杨马丁与纽约尼克斯签下一份为期一年、价值约140万美元的老将底薪合同。2014-2015赛季，马丁短期加盟密尔沃基雄鹿队后退出 NBA 舞台。2015年7月3日，肯·杨马丁正式宣布退役。在15年的 NBA 职业生涯里，肯·杨马丁一共参加过757场比赛，累计得到9325分、5159个篮板和864次盖帽。2017年，肯·杨马丁加盟退役球员联赛美国 Big 3联赛，并代表 Trilogy 队出战。